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今天呢，花重金邀请了我们的过气网红，退出江湖已久的，很不容易请到的 Alan 同学。重金你花了多少钱？五毛钱？你这五毛？啥意思？不知不觉啊，这个说正题，不知不觉春节就要到了。You know what? The Spring Festiv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for the Chinese people.And it's when all family members get together. Yeah, just like the Christmas in the West. 就像那个西方的圣诞节一样，是吧？这么久不见，你的中文水平越来越好了。有吗？对，就感觉像，听上去像个中国人了。哎呀，在中国毕竟已经待了太久了，两年了。没错，够了啊，戏到这里就可以了。这个，那么 Alan， 您觉得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最离不开的一个字是什么？那当然就是问我们的木木老师了。吃啊，喝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木木老师是一酒神，对吧？我都不知道说啥 ，exactly 就是吃这个字啊。对，我们先不说喝，就是酒神。先说吃这个字啊，这个 so today we're gonna share the top 5 Chinese New Year snacks。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snack 是小吃、零食，那 snake 就是蛇的意思。你不要说分享五种不同的蛇。哎，咱们给大家拼一下这两个词好不好？好。零食是怎么拼的 ？S N A C K。这个是 snack。对 ，snake 就是 S N A K E。这个是蛇。哎，虽然也有可能会吃蛇啦。Sounds like yummy topic to talk about, right? Yum yum, 非常美味的一个主题。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这样吧，今天呢，就是我来形容，您来猜，看看我来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snack， 什么小吃？哎，没有问题，咱们就叫你描述我猜 ，you describe I guess。Exactly， 我感觉我们像是中央台节目主持人。对，你主持那个少儿节目，你是夕阳红，你是夕阳红。你看我们的音都爆了，真是太激动了啊 ！The first one, let me ask a question first. What is the luckiest color in China? I guess red. 哇，你读脚本了吧？你咋知道是红色？因为你想啊，那个本命年的时候，木木老师刚刚过了36岁的本命年，不要告诉哎，他穿了红色的那个是吧？没想到您这个夕阳红的年纪懂得还挺多呢。当然了啊，人生不容易，必须多学知识。没错，尤其知道本命年得穿红色，但是也说对了啊 ，Red is a lucky color in China, meaning booming and prosperous， 就是中国红，中国红，象征着繁荣和昌盛。作为一个中国人 ，I'm proud of that。好，可以了，可以了。给你个提示啊，就是这个吃的呢，the color of that snack is red。啊，知道什么了吗？你说的肯定是你们女生最爱的 red days， 没错，对不对？就是它特别美容养颜，我们特别都喜欢，非常喜欢。我们要注意 date 这个词，通常呢，我们了解的意思就是日期啦、约会啦等等啊。你别忘了，它还有枣子的意思。啊。够了，你知道，女孩子在装不知道，所以这个 red date 就是红枣了，很简单，很好记。Okay, as a top Chinese New Year snack, red dates are served as a dried fruit. 对，没错，刚刚 Alan 提到这个 dried fruit， 就是我们过年经常坐在火炉边上吃的干果。就除了红枣呢，还有一些 dried fruits 吃的比较多。我们在湖南不是吃腊肉吗？谁吃腊肉？你们夕阳红的那个年龄才吃腊肉呢。装小清新，哎，我们吃一点红枣。行，其实木木老师给大家说他吃红枣，炸鸡，实际上是吃的15块钱两大袋的炸鸡。前几天吃的肠胃炎了，一点小秘密全告诉大家了啊。
但是我觉得木木老师肯定是忘了他，以前他不会这样子，因为以前一边吃炸鸡一边喝啤酒二锅头。没有，我可不喝二锅头。二锅头哪有，上次咱们一聚会是吧，你一个人我们要在录我们要在录音间打起来了，快说说这个，回到正题，除了这个红枣之外还有什么干果？还有这个我特别爱吃啊、peanuts， 西洋红爱吃的叫做 peanuts， 就是花生。是，peanuts symbolize vitality, longevity, riches and honor。天哪，原来我们过年吃的这个 snack 都是有比较特殊的寓意的。是，这个花生呢，它的寓意不知道刚刚大家听懂这几个单词了没有 ？Vitality 就是活力。哎，像夕阳红的 Ellen 一样。第二个就是 longevity， 就是长寿。这两个我都要了，哎，活力又长寿。那后面两个留给我了 ，riches 财富和 honor 荣誉。分一半给我行吗？没门，分一半 ，no way。所以新年我们要多吃花生，必须的。说到花生啊，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吃了可以开心的 dried fruit 干果 dried fruit， 那你说的一定就是开心果对不对？哎，对，我说的就是开心果 happy nut 对不对？我就知道你会说 happy nut 开心果，这些翻译应该叫做 pistachio nuts。 哦，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不是 happy nut， 是 pistachio nuts。 那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pistachio nuts， 因为 pistachio nut是开心果对不对？pistachio 是一个树。对，它是什么颜色的树？淡黄绿色的。你想想这个开心果它的颜色也是淡黄绿色，所以说 pistachio 的就是开心果啦。感觉我在看这个一个 channel 叫 discovery。 不是舌尖上的长沙吗？感觉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开心果是pistachio nuts。 pistachio nut 你不知道拼其实没关系啊，就是会说会读会说就行、就可以了。可是这个过年可不能总吃干果。你说对吧？你知道吗，就我特别想把 Alan 现在的表情录给大家看，特别像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小品说相声的那个表情。我想说的是要来点有水分 的,、有水分的，比如说哇哈哈。够了啊，不要随便打广告。哎，我们这个流量大户你想，哎，一家赞助我们可不够，所以说他们几家一起来分担这个赞助费才 hold 得住。等待大家就是听到我们音频节目的来找我们打广告啊。哎，你们不一定付得起。那可不呗。好，接下来这个带水分的你还是让你猜、就是猜猜是哪种水果。行，我会给你两个提示。好，第一个 number one， 它象征着 reunion 团聚。number two， the Chinese of this fruit sounds like expensive and round。 expensive 贵， round 圆、那就是桂圆对吧。这么难的题目 Alan 都给猜出来了，经过测试你智商超过了50。我跟你讲，我一岁的时候测过智商。智商。测过智商。我看出来了、智商挺高的。140了老妹儿。对对，这个是真的啊，这是真的。Alan 就是聪明没别的。但是现在已经有可能是50了。对，智商增高。哎，不断的下降了。好，继续。So it is a top Chinese New Year snack due to its important meaning. Implied. So it is a top Chinese New Year snack due to its implied meanings. 对，没错，就是由于它的寓意非常的吉祥，所以它就荣登上了春节食物前四名之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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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这个音乐非常到位啊。我也不知道什么音乐啊，即兴的啊。鼓掌，鼓掌。哎 ，freestyle 就是这样子的，食物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对，非常激烈呢。哎，你没有愿意，你不能。我，你说，好吧，你猜，我猜，这个寓意可牛逼了，说来听听。The snack symbolizes having many sounds and grand soun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你还怀疑，你这眼神是怀疑我听不懂是吧？就那意思啊。就是，给大家翻译一下。哎，木木老师，刚才东北口音又出来了啊！木木老师在东北。待过4年，然后有10万好友。太久没跟 Alan 录节目了，就太久没人黑我了，这又来黑我了。
刚刚他说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在传统中国文化当中啊，这个食物呢，寓意着子子孙孙非常多繁衍的后代的意思。哎，那就是猴毛，知道吗？孙悟空一吹，哎，好多猴毛。第二个提示，快快说。It is a great way to kill time for Chinese people. 啊、，kill time 不是说杀死时间，就是消磨时间。嗯，对，就是中国人就通常吃它来消磨时间 ，just so easy。哎，木木老师就是喝酒，哎，来消磨时间。太简单了，这个不要黑我了。这个子子孙孙呢，听上去就像是 seed 种子一样发芽。嗯。那么第二呢，它可以消磨时间，那就是瓜子了。我吃瓜子的时候就大脑放空 ，think about nothing， 什么都不想，就吃。这瓜子其实真是一个好东西，好东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爱吃瓜子。夕阳红，哎。小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奶奶我姑姑他们经常嗑瓜子，现在就轮到了你，现在就是木木老师，而且木木老师好像特别爱吃那个核桃味儿，我喜欢吃核桃味儿的瓜子。哎，明天带一包给我也分享分享，让我开开眼长长见识。行，那行吧，既然说到这个了，好好好，东北人就好爽。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过年必备的，还有一个食物，你能猜到什么吗？我来告诉你吧。行，你这智商估计是智商不太高。叫做 sweets， sweets， 差点说 sweets 就汗啊。sweets 啊，所以要注意这两个单词的发音，对吧？啊、一个是 sweet， 我们俩太没默契了。sweet 就是甜食啊、糖啊这样一些东西，嗯、那 sweat 就是汗啊，两种不同的意思。哎、吃糖还是吃汗？哎呦，太饿了。受不了了啊、嗯、所以说 sweet symbolize a sweet life 对对对、哎、各种寓意，这种糖就寓意甜甜蜜 蜜的一年，对，没错，被你说出来真油腻。就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种老年油腻男，我总结了，别打扰我、Sorry、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几种在过年时候呢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食物啊，一些零食小吃、嗯、那么除了零食之外呢，还有一些 certain dishes I eaten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for theirsymbolic meaning， 对，就是每年我们还会吃一些有特殊寓意的菜，你没有特殊寓意是端不上这个桌子的，必须有寓意、哎、有说到，有说到，对，有说到，是吧？比如说这个鱼就是年年有鱼，哎，比如说狗年年有狗，猪年年有猪，猫年年有猫。Alan 太久没录节目他疯了，所以大家要多担待一下啊。我们毕竟是花重金请他录的这一期春节特辑，嗯嗯，各位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狗年大吉、啊、不说了，是狗年吗？你还不知道今天是狗年呢？不知道。嗯，祝大家狗年大吉。好了，可以做结尾了，你还舍不得走对吧？我们已经说太久了，依依不舍，感觉刚刚开始。我怕我们的听众已经迫不及待，有点等不及了。哎，今天不知道大家到了新的一年的新一天都在干一些什么事情啊、嗯、我已经很久没有来到这个录音间了，嘚吧嘚的地方和大家来哎见面了，对，或者说闻声如见面，对吧？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怎么样，木木老师祝两个，我还只会说狗年大吉，岁岁平安，寿比南山啊，没男朋友的找到男朋友，有男朋友的找个更好的。So true.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可以了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说了，不说了，越说越饿了。是，赶紧去好好的吃一顿吧。嗯，好，我是木木，我是你们许久不见的 Alan， 我们下期见啦，拜拜。